喜欢你对你自己放的吗？你知道好听不？安妞，你有来这里玩过啊？很厉害呀、啊！今天是2024年9月21号，礼拜六下午大概2点多，我们在桃园同林这边，莫凡鼻这边吃午餐，然后橘子跟 Toby 在这边玩沙子，等一下等餐点来之后，我们再回到餐桌上吃。然后今天晚上我会去住秦家，因为Jumi 昨天回来了，谢谢上帝。